你们注意点。 宝山一回来，可把他高兴的。燕儿啊，燕儿，快，你跟你爸一块玩玩去。你看这孩子。妈，自打他出生啊，他就没见过他爸爸几次面。这不刚回来才几天呀，他有点认生。生了小燕以后，宝山就没回来探过亲。哎呀，不管咋的，宝山呢？ 爸爸再不去，那叫堂鼓拉山了。爸爸转业了，从今以后，天天陪着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呀，宝山，可有追上你们了？远远就听到你们一家子高兴的乐的。主任，找我甚是啊？今天在县里开会，县民政局的让我跟你捎来一句话，让你明天去一趟。好像是说你。 转业分配的事吧？我知道了。你的事情呀，我们会上都研究过了。你的档案我已经看过了，在部队啊是学电工的。对。我现呀，在就业的岗位啊很紧张，但是组织上考虑啊，你在唐国拉山坚守了17年，实在是不易啊。 就想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点的工作，到县里的文化馆去做电工，这份工作呀，好多人都盯着呢，挺好的。你看我呀，在外面当了17年兵，离家太远了，在家里啊，什么事我都没有管。我这次复员了呢，我就是想找个工作能离家近点，对我的父母也尽尽孝道啊。你的顾虑我可以理解，不过目前就这个工作那是最好的呀。 你要是不去啊，那就太可惜了。那除了这工作，有没有离家近点的工作呀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太苦了。中条山林场，哪有个岗位？那的领导呀，整天打报告，让我给他派护林员去。护林员？那就让我去吧。你可想好了，护林员很苦的。苦？这再苦还有唐古拉山苦啊？ 这个工作离家近，家里人听了也会高兴的，就这么定了，行吗？上，上山当护林员？对啊，这工作离家最近了。这咋还跟山上干上了啊？你这刚刚才从那个山上下来，这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咋就又上这个山上去啊？宝山，这是组织上给安排的。哎，不是。 这县里啊，让我到文化馆当电工，我没去，我自己要求的。哎呀，人家呀，能够给你解决去县里头工作，这好多人呐，那挤破脑袋都想得到的好事情，你咋还主动的要求上山上去工作呀？当兵当傻了？妈，你说在县里工作吧是好，啊，这上山护林呢也苦，这我都知道。 可是有优点啊，离家近呢。爸，你说我当了17年兵了，我天天想家呀，怎么办啊？我也回不来呀，多远啊！我这次复员，我回来找工作，就是想找离家近的。我一抬腿回来了，再说了，你说你们岁数一年比年大。
妈我得回来照顾你们吧，是不是？急什么呀？你今天晚上一句话都没说，是不是也不同意我上山啊？我要是不同意，你能改变主意吗？我了解过了，那山上可苦了，好多护林员在山上都待不住，找人就往回调。你可倒好，人家给你安排了线上工作，你偏不干，偏跑到那个山上去受那份苦。我就知道，我做出这种决定，你们谁都不会理解。可我自己心里清楚啊，你说我在外面当兵这么多年，家里的担子全在你一个人身上，伺候完老的又照顾小的。哎呀，我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啊。那天我刚回来，一进家门，这两个孩子就往你身后躲。我的心里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。在这个家里，我不是一个好儿子，不是一个好丈夫，也不是一个好父亲。所以，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再也不离开你们了。哎呀。宝山，咱们这个中条山啊，一共有油松林100000亩，一直以来咱们林场啊就是人手就不够，再加上没有人愿意上山干这个护林员的工作，所以啊，附近的一些村民利用他们熟悉地形的便利条件，经常上山非法砍伐、倒卖林木，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啊，我们拿他们也没有办法。我听民政局的同志说。是你自己主动要求来我们单位工作的，你又是个专业军人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份工作做好。哎呀，哎，来，进，这就是你住的地方，条件是艰苦了一点，哎，希望你能克服一下啊。挺好，这是钥匙，你拿好啊。嗯，这个地方啥都好。就是这个天气啊，变化无常。哎呀，一天啊，能进。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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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看，那还有个套间呢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是对讲机啊，每天啊得和厂部联系2次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东西我在部队用过。哦，用过就好。还有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吃水不太方便，离这儿啊大概有2里路。你看，就在前面那个坡下啊。哦，就从那下去就是啊。哎，晚上睡觉啊，记得插好门，有青背出现。青背啊，行了，就说到这儿吧，我也该走了啊。老山，你之前那个护林员也是我送上山的，没待俩月就大腿弹骨了，你总不会比他还快吧？叔这样你就放心吧，我既然来了，我就得好好干。我即便走，我也得干出点名堂来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好，我等着，走吧。哎，我送送你。Hey!
哥，打听到没有？打听到了，来的是个转业军，是林场书记昨天晚上亲自送上山的，昨天晚上就住下了。他妈的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他妈这个时候来。哥，怎么咋办？没事，以前又不是没来过，撞见了再说。走，走。新来的，谁让你们伐树的？有证明吗？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大哥，快！我走着。谁？给我出来！别动手！那可不是偷树的啊！抓不到偷树的，你冲哥发圣火呢吧？这么说你认识他们？新来的吧？我认识他又咋样？他们可不是好惹的。不好惹？这光天化日之下来偷树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王法？哎呀，这么多年你们林场的人谁不知道他们偷树的事了，可就拿他没办法。我说新来的，我劝你还是假装没看见就算了吧，反正以前的护林员也都是这样干的，一提黄八村侯三亮他们，那人家都绕着走呢。哎，我可不敢跟你说他们是住在村西头的第二户的啊。黄八村侯三亮，你叫什么名啊？郭刘明。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王法。侯三亮，侯三亮，你给我出来呀！侯三亮，侯三亮，侯三亮，你谁呀？动啥大声大叫的？这是侯三亮家吗？你
这个不是善茬，不行，打发毛桑他们送点钱打点打点吧，跟他宁弄，怕是把咱们的财路给断了呀。哎哎哎，回来了！哦，快快快！哟，你就是金师傅吧？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？你看你一个人在那山上，挺不容易的。我们哥俩简单带点吃的来看看你。你看，没少拿呀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两个就是那天偷木头那个吧？还有那个侯三亮怎么没来啊？啊，这就是侯哥让我带的东西。啊，是是是，金师傅。 那天确实是误会，哎，对对对，完全是误会，那就是个误会，好像不是误会吧？我记得那天你们拿木头砸我来着，是是是，这不没砸着吗？金师傅，好身手，好身手，是是是，所以啊，今天我哥俩带点东西，来给你赔个不是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是，嘴还挺甜啊，进来吧。 进来了，坐。你看，来之前就听说金师傅是个同情达理的人，你看多随和。就是那个侯哥害怕和您说不上话，要知道是这样，侯哥他直接就来了，是吧？坐呀。走走走。叫什么名啊？村里人都叫我虎子。全名。 彭小虎，嗯，彭小虎，你呢？我叫毛三儿，全名。毛三娃，你们都是黄毛村的吧？祖祖辈辈都住在一起。对对对。记不记得这些年偷了多少树啊？啊，不对呀，怎么感觉有点像审犯人似的？金师傅，咱们这是聊聊天，你咋还做笔记呢？ 我不做笔记，我怎么跟领导汇报呀？啊，金师傅，你这就不对了吧？我们这次来是有诚意的，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。是啊，是吧？朋友，你们以为警察和小偷能成为朋友吗？回去跟你们那个侯三亮说。 偷一棵树都是违法的。我现在拿你们没有办法，我没有证据。如果你们再敢来偷树，让我抓着你们，我饶不了你们！滚！站住！你要干什么？把东西拿走。 是抬举的东西，我看他这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回去告诉侯哥，啊，实在不行给他上硬的。
么来了？宝山，哎呀，宝山，啊，我看，怎么了？哎，我看，啊，看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刚才上山来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两个人说要报复你。不，你这是咋了呀？你这刚上山两天，你得罪谁了呀？我这不挺好吗？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坐坐，快进屋吧。哎呀，你还好意思问我呀？啊，你说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？怎么跟孩子说的？你说你到这儿来看林子是为了离家近，可以隔三差五的就回家。可你这一去就一个多星期，一点信儿都没有。那两个孩子哭着喊着要爸爸，你说我不得到林场去问问你在哪儿啊？啊，我看看你是死是活呀？我怎么的？我这不活得挺好吗？那话说的，快进屋吧。哎，洗手去。我真就好久没吃了。哎呀，啊，好久没吃饭？什么没吃饭？好久没吃你包的饺子了。这回呀，吃个够啊。刚才那两个人是干啥的呀？偷树子，哎，到我这儿贿赂我来了，让我给赶跑了。你这刚来才几天呀，就遇到小偷了？小毛贼。行了，你可别逞强啊，别到时候万一人家在背后给你使个坏，你说你怎么办呀？他敢，哎，就凭我这身手。得了，你现在是个退伍军人，是个普通的老百姓，别动不动就拿出部队那一套来。对了，我今天来呢还有一件事情，两个老人和孩子都想你了，让我把你带回去，回家住上几天。我不能回去。为啥呀？我刚来就把人家树给丢了，那我得跟上面怎么交代啊？你不来那林场的树就不丢了，那么多年丢的太多了树。以前丢了我不管，在我眼皮底下丢的就不行。回不回吧？我现在真回不去。你看你，我回去别吃，吃啥吃？哎，这回不回跟吃饺子有关系吗？饿着你。行了，你还真包起来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上面有一口，能上房顶去。你不去，哎呀，上面可漂亮了，我带你看看。哎呀，行了，来，从这爬上去，快点。哎呀，真是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呀，来，你看这边。哎，你喊，有回声，真的啊！哎，你大点声、啊，春梅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哎，笑啥呀？你说，你瞎说什么呀？谁瞎说了？我要是回家的时候，孩子、老人问我爸咋没回来呀？你说我说啥？那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就跟咱儿子说，你爸在山上当警察的。行了吧，到时候小偷没抓着，反倒让人家给害了。真行！哎呀，干啥呀？让人看见了，你放开我！哎，你干啥呀？别说我没娃娃。你看，看那是什么？你看。比狼还狠。行了，警报解除了。这是啥鬼地方啊？你还哭什么呀？
说什么？你看我这不挺好吗？啊，多好啊！你看看，金宝山，你口口声声的说让我们过得幸福，你要是心里头真有我们的话，你就别在这儿干了，求求你了，行不行啊？别哭了，行不行啊？你老哭什么呀？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说，哎，我上山护林是主动要求的，对吧？我刚来几天就打退堂鼓，我跟领导怎么说呀？你要是不好意思说，我找你们领导。哎呀，快行了行了，别给我丢人了。哎，行了，别哭了啊。那天书记亲自把我送上山来呢，我跟人家说，我就是走的话，我得干出点名堂来吧。这还没怎么着呢，把人家树给丢了那么多。我好赖不济也是个退伍军人吧，我现在如果走的话，那不是临阵脱逃吗？我不管，你要是不走的话，我就让爸妈来，让孩子们来。哎，你怎么还不讲理呢你？哎，就不讲理了。要不这样行不行？我把那几个偷树的人抓住之后，我就去找厂领导，跟他们说调换工作，行不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哎，那我还骗你们，都哭成这样了，我还骗你？你真是的，十七年都熬过去，就差这几天了。去你的吧！谁稀罕你啊？你不稀罕我，还让我回家干嘛呢？去你的！再喊狼来了，你别吓唬我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哟，这不是那天那个不留名吗？这啥意思啊？你不打算把这漏雨的房顶修一修？你咋知道漏雨啊？据我所知，你是在这个房子住的最久的人，自打盖起来就没修过。遇到昨天晚上那场大雨，它能不漏？为啥要帮我呀？哎，我可不是为了帮你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在这住的久一点，把这片林子看好。哎，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干吧？啊，我回屋拿锹，咱们弄土啊。你叫什么名呢？村里的人都叫我小六子。小六子，这名有意思啊！你没事就在这林子里转悠吧？嗯。那几个人你都认识吧？何止认识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。眼前的这片林子都是我爷爷那一代人一颗一颗种下的。慢慢的，这些树长大了。村里为了保护好这片林子，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护林队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侯三亮他们经常上山来砍树卖钱，有一次被我父亲他们逮了个正着，还发生了冲突，我父亲还受了伤。
虽说事后他们被有关部门给带走了，可没过几日他们就给放出来了。这件事情在我父亲心里一直都过不去。没过多久，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这么多年就没人管吗？后来林场管理起来了，也派来了护林员。可你也看到了，就这个条件，再加上林子又大，林场人手少，根本就管不过来。虽然说林场针对咱们进行过几次抓捕行动，到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。静大哥，最近我一直在观察你，你和其他的人不一样，你是个真正干事的人，又是部队转业的，有身手，你有办法治他们吗？我不让他们几个付出点代价，我是不会走的。怎么样？哈哈，自摸。来来，给钱。我去。来，现在不玩了。没玩两把。不玩了。没玩两把。那咱们干啥去呀？这山上也去不了。这姓金子，每天盯这么紧。大哥，我看实在不行，找这个弟兄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先不着急，我就不信，这小子一年365天，天天待在山上。宝山哥，你可真是能耐，你还能造枪？这算啥呀？我在部队啊，玩的都是真家伙。哎，那咱这个不会伤人，不会出人命吧？不会，这个只能冒烟，有动静，打不了子弹。好，那就好。我这么比划你，你迷糊不？我肯定是迷糊呀。你拿着他，他们肯定相信。上次追他们给我累坏了，这会儿我亮出这个东西，我看他们往哪儿跑，谁敢跑？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回头啊，你帮我弄只野鸡啊。啊，行。我这有弹弓，百发百中。要吃辣？吃什么呀？看你往哪儿跑！这野味够肥的了啊！回家给儿子改善生活了。什么？他还有枪？对呀，我就亲眼看见他拿着那把枪，那啪的一声，那野鸡就直接就掉到我眼前了都。哎，你确定他回家了？对，后来我就一直跟着他下了山。对，下山的时候他碰到了小六子，说想儿子了，要回去跟儿子住上一晚上。后来我才回来的。
你马上去集合人，今晚就行动啊！好。哎，等。你集合完以后，今晚上你就给我守在山上啊，给我盯着点，啊，只要他一回来，马上叫我报告啊！好。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！我妈蹭蹭。大哥，回来了。大哥，屋子门锁着呢，那个行军的真的回去过节了。好，弟兄们甩开膀子干吧。今天晚上咱们给他来个神不知鬼不觉。好，动手。动手。走。走。该到点了。三亮，干得挺热闹啊！啊，现在可是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
姓金的，算你有种，今天叫你逮着了。姓金的，今天这场合，你这么干，你觉得你能占便宜吗？我一个人是够呛。不过呢，我有这个，应该还行吧。哥，这就是他打死野鸡的那支枪。我可以跟你交个实底儿，这个枪里只有六发子弹，我今天早上打野鸡用了一颗，现在剩五颗子弹。你们这些人呢，确实是不够用的。可是如果谁想着急走的话，那他的下场就会是……厂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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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是云盖寺凉台，现在有人投诉已被我们控住，请火速支援。都跟上，老实点，跟上。今天我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宝山哥，你给我们村出了一大害，就要成为林场的英雄了吧？啥英雄啊！我跟你嫂子说了，把这几个家伙逮住之后啊，我就要找厂部去调换工作。啊？就是，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苦了，像你这么有本事的人，就是不应该在这儿的吧？啥本事？这枪我也没用了，送给你了。真的？嗯。哎，那以后谁来投诉我，我就打他了。以后这种事你别干了啊，太危险了，让人担心。没事，他把枪一亮，他们全给镇住了，谁都没敢动。我心里话，他们如果走的话，我也没辙。那枪是假的呀。干嘛呀？哎呦，哎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你去吧，啊？你不去了？我不去，我不去。那行吧。哎哎，等等，那个啥，那个，咱说啥都不能在这儿待了啊。我知道。别人家说了两句好听的话，你就耳根子发软。瞅你这个磨叨，行了，等我啊。啊。这个呢，你交给消防队啊，都拿对了啊。哟，陈书记，这么快就来了？哎呀，你呀，这次可是给咱们这个林场立了大功。立什么功？不就抓几个人吗？哎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对对，那什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呀，我这次来想跟你说。哎呀，啥事儿是开完会不能说？走走走，不是不是开什么会？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这事儿啊。哎，同志们，大家看谁来了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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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啊，现在咱们开会啊。这两年呢，咱们这些看陵人一直和侯三亮这样一些盗陵者做着猫和老鼠的游戏，每次呢都是灰头土脸的不战而败。不是这些盗陵者们有多么多么聪明，是我们有些护林员就没有尽到一个护林员的责任。金宝山同志上山三个多月，他没回过一次家，而我们有些同志呢，半年也就在山上待个一两天，这样一种护林态度，别说抓伐木贼，恐怕他连贼上没上过山他都不知道。还有，我们有些护林员眼窝子实在是太尖，那个盗林者随便一点小恩小惠，他就被收买了，真的。而我们的宝山同志呢，拒绝了这些盗林贼明目张胆的贿赂，不顾个人安危，
和这些盗林者做殊死的斗争。所以，同志们，靳宝山同志才是尽到了一名护林员真正的职责。下面我宣布，给靳宝山同志记一等功一次。大哥，谢谢书记。不用不用，哎，这样正好啊，你给大家都讲讲啊，来，欢迎。书记，我也没什么好讲的。看看你看看，受表扬了，不好意思了。书记啊，我今天是来，我是想跟你说。哎呀，你这么啰里啰嗦的啊？你心里想啥你就说啥嘛，都是自家人，你怕啥嘛？啊，来，我们再鼓励鼓励。别！我今后我好好干。啥？你没说？不，你是不是在山上呆傻了呀？你人家跟你说了几句好听的话，你脑袋就大了呀？我跟他说了。行了，你脸皮要是薄的话，我……哎，你小点声行不行？别让人家听见。我刚才见到书记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书记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”结果书记给我拉到那边会议室，就开会。说开会又拐又……行了，你别跟我说了，行不行？你这样回家，你跟老太太说，还跟两个孩子去说去。哎，别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解释吗？这不听，解释啥？宝山呐，你说说，啊？这上山，咋还上出瘾来了？啊？原以为你回来，咱全家团聚，没想到你就在身边，大伙儿都见不着个面儿，还不如你在唐古拉山，还有个念想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。林场表彰咱们宝山，那是对他工作上的肯定，那是抬举咱们宝山了。咱们总不能不识抬举吧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宝山，我和你妈都年纪大了，还有两个孩子，咱们全家的重担总不能压在人家村民一个人肩上吧？是不是？爸妈，你们说的都在理儿。我今天本来找陈书记，我想跟他说，可我一进门，这哗哗哗哗都开始鼓掌，叫谁谁不懵啊？你说我怎么办？我能说吗？你说我要说了，爸去赶你讲话了，那不是不识抬举吗？对不对？爸妈，要不这样吧，我跟你们发誓，我就干到年底，不行的话我就回来种地。我是云盖寺瞭望台靳宝山，我是云盖寺瞭望台靳宝山，经侦查一切正常，汇报完毕。宝山哥，宝山哥，小六子，这么早啊？宝山哥，啊，宝山哥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，二宝、铁柱还有四平。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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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山哥，你也是小六子，没事就念叨你们呀，啊？就是他们几个吧，没有和侯三亮他们结伙，被欺负的在村里边没法待，啊，这不听说了，他们数罪并罚还被判了刑，这不就回来了，磨了好几次，非要见见你这个大英雄。你说你们几个没事就过来嘛，我一个人在山上也没什么事儿。那怎么爸爸三天不在山上不回家呢？因为爸爸在山上工作呀。那爸爸就没有下班的时候吗？有，再过两个月呀，爸爸就彻底下班了。以后呢，就天天在家陪你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！没事，儿子。哎呦，妈妈，
还疼不疼了？不疼了。你真乖。你是咱们家的男子汉，对不对？对。爸爸，你今天能不能不上山，在家陪我？可是爸爸得上班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工作完呀？谁让你在的话，就没有坏人敢欺负我们了。爸爸跟你发誓，从今以后再也没有坏蛋欺负你了，啊？好。你一个人在家行吗？哎呀，没事儿，爸妈带着小燕去小王庄参加婚礼，明天一早就回来了啊。他们回来之后千万别跟他们说，就说孩子自己摔的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别哄我了，在小王庄上听说了。哎，妈，妈，你都啥样了？真是，真这样，碰成这样。这个工作咱不要了，啊？你说这成天的担惊受怕的日子咋过？妈，这个找宝山的领导不太好。这样，等宝山回来，咱跟他商量商量，成吧？我的儿子我知道，从小就脸皮薄，你等着他张口跟领导说呀，我这辈子我等不上了。妈，爸，你看，去吧。说说也好，要不然人家还以为宝山自己不愿意回来呢。去吧。妈！妈！我以为人家不同意，进门我就哭，把人家领导做做实实吓了一大跳。其实人家领导啊挺通情达理的，我把咱家情况这么一说呀，哎，人家二话没说人就同意了。哎呀，还跟我说呢，你呀养活个好儿子。我跟他说，这算啥呀，我家里还有个好儿媳妇呢。妈，你咋还把我给扯进来了？宝山，哎呦，陈书记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呀，给你报喜来了。报喜？啊，报什么喜啊？根据你的表现啊，厂部决定把你从山上调下去，到林场去工作。明天你就可以下山。你啊，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一个月之后到林场去报到。陈书记。这也太突然了吧！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，或者是别人说什么了？行了行了，你别瞎想，这不厂部决定的吗？啊，别瞎想了，准备准备，明天回家啊！
我走了啊！哎，你坐，喝点水吧。不了，好，准备准备啊！哎呀。1:6，1:8。妈，大王，要是宝山知道咱们去灵厂找他们领导，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他有啥不高兴的呀？他脸皮薄，不愿意说，他还不让咱们替他说呀。他要是满意让他冲我来，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？还反了天了呢！厂部，收到请回答。我是云盖寺瞭望台，云盖寺瞭望台在瞭望台的东南部发现火星，收到请回答。回来了呢，厂领导肯定是答应了。你说好了吗？不会变卦吧？那么个大领导，红口白牙的说出的事儿，能是假的呀？再说了，他能糊弄我这个老太太？奶奶，我饿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大孙孙呐，等着啊，等你爸爸回来，咱们一块儿吃，行吗？行。哎呦，看看我多懂事儿啊！啊。快点！这么人员马上就到，你们大家今天注意安全。小亮子、二宝，你们这边，其他人怎么来？
心里边思念，为了本和爸。妈，嗯，都这个点了还没回来，我去看看啊。你去啊。嗯。注意安全，小心点。不是太冷了，大家小心点。你说话呀！你别吓唬我，求求你！我让小六去弄隔离带，可是风向变了，他们都没回来。我要！我要！我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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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让他们去啊？8月15了，你嫂子呀，在家自己做了月饼，给你们带了点尝尝啊。哎，你们四个一人一份啊，别打架啊。嗯，你们尝尝，吃吧。妈。你上次上山跟我爸说我结婚的事情了吗？他到底送不送我呀？说了，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爸能不送你啊？算了吧，我爸啥事儿干不出来呀？自从14年前那场大火着完之后，他就几乎没有回过家吧？他现在心里最大的事儿啊，就是装着他那几个死去的兄弟，还有他那片林子。现在我们好多同学都以为我是单亲家庭呢，我就不明白，你跟我爸，这叫啥夫妻啊？要是我，我
我早和他离八百回了。我，你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去去去，给爷爷奶奶端过去啊！爸，你看，你都往里面走，你都往里面走，你都往里面走。喂，屋里坐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来来来，交给我。好，谢谢啊。小燕，小燕，你看，花馍来了。哎呦，二叔。哎。我爸回来了吗？哎呀，还没有，不过快了。你们赶紧收拾啊！我现在就去看看啊。他老是这样。别着急，叔叔肯定在路上了。哎呦，快来，来抽颗烟，抽颗烟啊！没事没事，等了半天了，没事，太客气了。回来了吗？马上，就在路上呢啊，就在路上呢，不急啊。这都几点了，这不是说好的吗？那我一辈子就结这么一回婚，我爸要是不来送我，那我结的这叫哪门子婚呀我？燕儿，别哭啊！大喜的日子不许哭啊，让人家笑话。这时间也不早了啊，我们回去还有一段路程，成亲大事时辰不能耽搁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吧，我去催一下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你看这个宝山啊，这么大的事，到现在还回不来。春梅，春梅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宝山咋还不回来呀？过了这个时辰，不吉利。我知道，妈，他就在路上。妈，不等了，让我二叔送我吧。哟。小燕，这，小，哎呦妈，这可咋办呀？你快点去呗！哎，哎，回来，把这一条裤端上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妈，这点。哎，爸爸来了，爸爸，来，快点，赶紧上车。好好的，啊！好了，不要哭了，燕儿，大喜的日子，别哭哭啼啼的，不吉利，高兴点。哎，燕儿，你快看，你爸回来了。
不要停车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。说你也是，你就不能早点回来？平时也就算了，说孩子呢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，你还给耽误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这孩子有多伤心呢。哎呀，你说我吧，哎呀，这好不容易找个顶班的，人家早上才来呀。哎呀，我这紧忙慢赶的，你说这下子把腰又摔了。那小鹏有信儿没有啊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小鹏毕业参军的事儿啊，本来是想等你回来好好的商量商量，左等你不回，右等你不回。孩子自己都说了，他和他那些没爸的同学呀，没啥区别。我知道，他呢只是那么一说。入伍的那天呢，他还是希望你这个当爸的能去送送他。可是直到车到了，都没看见你的影子。你知道孩子是怎么走的吗？啊，孩子是含着眼泪上的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我啊，年轻时候欠爸妈还有你的，这老了老去了，就欠上孩子的。有时候啊，我一个人在山上，我就想，我这辈子图什么呢？我真想不干了。哎呀，可是我一想到这儿啊，我就骂我自己。我这脑子呀，就想起当年那着火的画面。这个坎儿啊，我是过不去了。哎，这人呢，就是命啊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。咋过呢，都是一辈子。孩子长大了会理解的。衣服呢，都给你收拾好了啊。还有这些馍呀，你都带回去。嗯。哎呀，我呀。是真想在家住一个晚上。哎呀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你只要离开那小木。小六子，我今天去你家看你妈去了，她挺好啊，就是胃有点毛病。
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吃点药就好了。我今天啊，又去了趟林场，这公司的事儿啊，还是没着落呀。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，天天问你嫂子伸手要钱，哎呀，要的我都怪不好意思的。哎，你说你们四个啊，也不争气，就活活的把我拴在这个山上了，弄得我是浑身有力气，我使不出来呀。啊！哎，不过呀，我仔细想想也挺好，这人嘛，在哪儿活着都一样，都是一辈子。你看这儿，空气好，风景也好啊。最主要的是，有你们哥四个陪着我，我不寂寞。哎呀，挺好啊。您活着的时候，把以前欠你的都给你补上了，爸。你咋来了？哎，我操劳了半辈子，把老的小的都安排好了，我呀，也该让你伺候伺候我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妈！哎呀，那咱妈呢？妈为了让我上山来找你，去你弟弟家住了，说是为我好。其实啊，我心里明镜着呢，他呀是让我来照顾你这个儿子来了，也好，也该让我享享福了。
拿着包。好，拿着包。哎呀，拿着包。哎呦，哎呀，哥哥，儿子来信了。啊？你怎么没有啊？嗯。爸，请不要怪我。当兵这么些年，从来没有回家探过亲，也没有给您写过一封信。因为我恨你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像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。在我心里，您不是一个好父亲，更不是一个好丈夫。在部队这些年，我慢慢地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一个男人就应该有责任，有义务，更应该有担当。您在山上默默坚守这么多年，您是在坚守一份承诺，一份职责。可是您从来没有和别人诉说过，您把自己的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。宝山，啊，宝山，你快来，啊，你快来，你快来，啊，你看那儿，那是谁？那不是妈吗？啊，妈！哎，哎，妈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？你不下山，还不让我上山呢？我来看看你。你看看，谁来看你来了？小燕，爸。小鹏，爸。孩子，爸。小六子。二宝铁柱四平，今天啊，家里人来看我来了，我把他们也带来了，看看你们。孩子们，给你们叔叔鞠个躬吧。嗯。